主持人王小岸，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演出，然后还是觉得很是紧张，希望大家都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有所期待，我们一定会做到最好的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到后台来探一下班。我们这是表演相声，相声哪段啊？马三立？不，新写的，这是我们自创的英国留学系列的《我要吃饭》的名字，是反映留学生活的系列的其中之一。您是就是从哪儿过来的？是从从剑桥。剑桥。对，我们就是剑桥。是康桥相声社的，剑桥大学康桥相声社。您是长途跋涉，有没有什么话对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哪段给大家拜个年？对，快过年了嘛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虎年吉祥，万事如意。准备怎么样？现在还可以吧，反正不管怎么样就当上。祝在这里的刘一群做法身体快乐，阖家欢乐，祝身体健康。大家新年好，大家新年好，大家过年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Amy， 祝大家鼠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我为谁笑吗？